我是普通笔，画画会透纸。我是丙烯笔，画画不透纸。我画到手上不好洗，我画到手上好清洗。我想叠色很费劲，我叠起色来很自信。黑纸上画画我不行，黑纸上画画我很轻松。树叶上画画我不行，树叶上画画我肯定赢。石头、木头、塑料瓶，画这些材质我都行。要问我在哪里有，下方小黄车带我走。